你为何对妖如此痛恨？因为我母亲就是被妖狐所杀。传说中，我的母亲就是只妖狐啊。我少小离家，为的就是斩杀世上所有的妖魔。妖物都是吸收世间上的执念和贪欲，才得以成妖。荒唐！你竟然有妖物作为食神，你有什么资格参加祭天大典？是啊，苦恼。有人打破了皇宫的守护法阵。伯牙。凶手是谁？公主。把秦明拿下。守护秦明大人。伯牙。秦明大人，去救伯牙。这里交给我跟杀神师。是神和阴阳师一旦建立关系，就是众生是否生死交付，此生无悔，侍奉为荣。清明，我还有最后一个办法，让我做你的侍神。